봉지. 네. 哥，这啥事啊？啊，你买菜头，我唔知你买什么事，我跟你买白菜头加红菜头，啊白，红的甲唔用。靠白啊！我是讲要上电的，要上电那个菜头，你是咧恁娘牛奶汤？是咧。你靠白话，你菜头你取得红菜头白菜头，搞不好呢。来，我来去。喂，臭头来处理啊！没时间了，你别聊白了。我干啥呢？长这啥了？应该这啥？这个啥？菜不菜？菜头。不记得啊？咩？你好，你个种？你娘的牛奶糖啊！啊，唔好甲这头到现场无人，啊，若无你下早你闹鬼死，是的。阿伯，哎，杰哥，哎，阿信，啊，坐啊，坐啊，坐。我最近冇看啊。你看，最近冇看啊。真好。最近太好啦。我见你 IG 个物价好低低呢。物价，伊坐做因那开支，我咪敢买老厂呢。我还冇出下面，你买一千块钱啊？挂价啊？都下面啊？哎，边只挂价？哎，边只潮鱼？哎，帮助哎，哎，边只潮鱼啊？做起嘛，我做呀。真正啊，不用小姨啊。喂，嗯，小姨，哎呀，我叫你了。想多用咩？是我逃课兄，你等一下。什么小姨？喂，哎呀，龙墨逃课兄，你到了？我睡觉，我睡觉呀，到。阿爸，我先来。我就给你了，好。等一下，下面带了别啊，等一下。谁让我进？进来啦！啊，别来！啊，是我不是逃课兄，他绝对不要死的啊，哪会搁在这？杰哥，这一定该处理啊，这赌我一定该帮你处理的啊。靠背啊！我是讲阮某在阮家跋倒逃课兄啦，叫伊白冤啦。恁两个遐这件是要创啊？讲讲机了。倒啊！哎，黄哥，整个你母玩了嘛？逃课中诶，靠背啊！兄弟，开始啊，保重，靠保重，开始。好，好。哇，啊，大汉说一个嘛，要逃课中。是靠背啊，紧对啦！那医生人医了无好势哦，等下我处理两个，啊，唔通甩伊。靠背，那是逃课中啊。害我哩，阮某较早讨起啊，但是阿你讲讲出来，是一干啊，怒死啊！红山加油，红山加油！